骨是花园陈秘宝，可治百病，仅此一根。韩硕入赘花园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得到龙骨，为达目的，他暗中设计了一场英雄救美，想与花园城二郡主陈楚楚一见钟情，再利用他骗取龙骨。你是何人？玄虎城少城主韩硕。啊，你就是那个来我们花园城入赘的韩硕。小模样长得还挺标致，把它洗干净，今晚送到我府上。三公主，此人婚配是要经过城主亲自下令的，当街抢抢与理不合，你这城主知道了，自幼没有我陈芊芊要不来的东西。三公主，不就是玄武城少城主吗？我这就向母亲请命与他成亲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明日大婚。敢问姑娘是？花园城三公主，陈芊芊。三，少君呐，你是不是又发作了？快把药吃了吧。你怎么了？等会儿，慢点吃。我自幼心急缠身，不时发作，大夫断言我20岁就会撒手人寰。少君怕是无福消受你的青睐了，还请三公主收回成命，事关两城联姻，闹出人命就不好了。快病死了！既然如此，那不还趁人活着赶紧送入我府中？慢着！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甜不甜的啃一口不就知道了？用不着你说。到了驿站，好好准备一下，明日迎娶大婚，遇上我，算你倒霉。是抢亲，居然娶了三公主，这位可是混世魔王，被城主宠坏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少舅的身体啊，不太好，也不知道在三公主手里能熬过几天，活不久了，活不久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哎呀，走走。